从小就要培养小孩子要一颗感恩的心。谢谢我们的爸爸妈妈帮我们生得这么健康，这么可爱哦。养孩子养这么大真的很不容易，对不对？所以爸爸妈妈，我们小朋友要更孝顺你们，对不对？要感恩的心。好，小朋友说谢谢爸爸妈妈。好，谢谢爸爸妈妈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好，请坐下。好，我们请全体老师到前面，接下来是园长妈妈要对你们的一些感谢哦。爸爸妈妈，如果你们有手上的话，要最后